herzlich willkommen. Ich habe vorher einen Film gemacht, der So Long My Son, ist über die chinesische Arbeitnehmer in den letzten 30 Jahren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und ihren Schicksalsveränderungen. 然后那个拍完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关于农村的，对，农村中国的农民和土地之间关系，在中国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也是变化非常大。那部电影其实我的整个的过程和我的年龄是一块经历的成长的，但是这个电影，你们看到的那个历史的阶段，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。 所以呢，我就利用这个沃土小孩子的眼睛，就像我其实也是对那个历史，其实也是个小孩子，通过这个角度去来观察这个整个这个变化。它这个现在目前就是画面所呈现的农村的这个土地的风貌，是在基本上在中国的这个西北部一带。 陕西啊，甘肃啊那一带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往那边走，这是我脑子里想要呈现这部电影的那个整体的画面风格。这个基本上都是得4到5年的时间。拍摄本身其实我们倒还好，我们有大概3个月的拍摄，然后后期的制作有2年。 然后之前的剧本和准备工作也有1年多，对。基本上你们看到的这个村庄，是没有的，已经没有了，消失了。这个是我们重新搭起来的。我觉得小孩子不需要准备，那他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，所以他就做我告诉他应该做的这个动作。 就好了，但是这个小孩子确实是一个小小的天才，我觉得他的面部、表情还有节奏的控制都非常非常的准确。其实对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里面的理解，不见得每个演员要理解多么的深刻，他只是需要呈现的准确就行了，他的动作做的准确，表情准确就行了。 你做这个电影的时候，你的头里有什么东西？想什么？我的手里有什么？头，脑袋里。对，我的脑袋里就是想要把我现在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些画面还有事件，把它组织起来拍成你们看到的电影。 谢谢这个小朋友很厉害。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，我希望是把我对中国的这个土地和人的关系，我希望更多的爱在里面，而不要因为过度的发展破坏了本来非常肥沃的土地。 这个电影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特殊，我来了柏林这么多次，这次呢，在放在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单元，然后这几次放映都碰到有小朋友来看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经验。本来这个电影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就非常复杂，因为很多人了解中国都会了解文化大革命，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有很多的历史的这个发生的事情。 了解的不多，所以我就想，那么包括中国的本国、中国的观众估计都了解不多，别说是可能在西方的国外的观众，再加上这有小朋友，这么小，我相信他们就更加困难。再加上我拍摄的手法，一会儿在梦里，一会儿在梦外，会更加容易那个混乱。但是不担心，岁数小的小朋友今天看了这个之后，请你们记住。 可能在10年以后，你们长大了再回来看一遍，就会知道更多了。关于这部电影本身，你们现在看到的
就是我最原始想要做的，而且我也尽最大努力去呈现出来。目前的情况，这个电影是还没有获得审查，还没有龙标，所以呢，至少你们看的这个片子是没有经过审查的，是比较原始的我的。